你好，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啊！你是来截胡子吗？嗯，啊？什么意思？没有啊，你先连到了我的麦。什么意思？你怎么又？嗯，对呀、啊，怎么了吗？嗨，小高，我一路狂奔回来，你知道吗？狂奔回来，你现在在哪？我刚刚排练，然后一路狂奔上酒店。排练？你们排练就在酒店旁边吗？不是啊，在外头。到零点了吗？这看不见了哎。我也看不见了耶。那怎么办？还有一分钟呢。零点是要留给你和你的粉丝。没有，倩倩也在这儿。零点是要留给你和你的粉丝。啊？你的生日蛋糕谁送你的？我不知道。我觉得可能是贵君。大的时候好像就这样了。到点了吗？耶！我看见是谁？等一下，我怎么正好有个外卖放门口？祝你生日快乐！都是生日，也是你快乐。他根本没听，根本就没有在看我。欢迎所有的狮子座一起过生日！哪次根本没看我。啊，对，已经好多蛋糕，谢谢。还有头发。哇，快坐，快坐，快坐！我们要放盐。别再挠我了。跟说，你看到了？根本就没有在看我，我跟你说生日快乐，根本就没有理我。小心了，小心。你看这还有个，你们知道我自己也买了一个吗？哇！然后我这里还有一个，我不知道是谁的。谁啊？可能是陈慧君的。哎呦，可能是陈慧君。那是谁的呀？漂亮，漂亮吗？你知道吗？那个水水还是有点浮夸。哎呦哎呦！诺诺，他不喜欢我。哇，谢谢林诗琪，你还听得到我说话吗？真的像猪。他不叫了，他不叫了，他不叫了。哎，还好我们都不是买那种特别大一寸的。我嗯，对。这还有一个，打开看一下。一起打开吧，一起打开。你要不要先许愿？对啊，都零点了。好，对，先许愿。你要吹蜡烛？我要许。哇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，这样子。我的为什么那个火苗那么旺盛？因为我的蜡烛，它蜡烛比较大。耶，有蛋糕！耶！哦！吹到，吹到，吹到！吹到，吹到，吹到！都吹到了，吹到了，吹到了。那个我们看看那个，那个也可以。让我，哎。诺诺，我放一个跟所有的饭呢，不是，嗯，随便放一个，跟我和好，哇，但是感觉一下热起来了。他说了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他真的看我不顺眼。小小，他现在不叫了。我有小小喜欢我，谢谢。你在吗，林诗琴？怎么了？你一直不说话。那不是你不理我吗？我没有不理你，早知道零点以后再跟你连麦了，应该把这个零点留给你和你的粉丝和你的好朋友们。你不是我的好朋友吗？那好吧，那要不我还是先断了，一会儿再找你连麦吧。为什么？要不然你粉丝给你送礼物都送我脸上了都。嗯。你有点搞笑，哎，这个怎么扯开？好吧，哎，你之前不是说，那你等等还会跟我连吗？会的，好啊、哦。
那大伙儿见哦。拜拜。跟你说话不算话哦。知道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好痛。看一下，拜拜。可以玩一下，嗯，拜拜。谢谢小黑黄黄送你的小电话。哎，璇璇送的唱片机。哇，这不是我们房间有一个吗？我打死你！哇，真的是太好了。那这样以后就我一个，然后农艳萍一个，我们可以分开听不一样的音乐。哎，你这样怎么装呢？装不会。哎，看一下那边那个装的。那个根本不用装。啊，那不用装，那比较高级，怎么办？感觉这个要更高级一点。这个很大。感觉音质很好，啊，这个很大。哦，是吗？那就好，谢谢璇璇啦。我又不是送给你的，你谢谢我干嘛呀？在我房间的奶瓶，那就是我的。对对对对对。那个怎么装呢？看一下啊，我觉得可以把这边先关掉，它一直在转。是这个吗？不是这个关，是这个。嗯。祝你生日快乐，奶瓶。所以你今天跟我微信说的那些是什么？哦，那是。没有，我还没发呢。我给你剪了一个视频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能选我好看点的视频吗？我都没有选。可以吧？那你什么时候还呀？刚刚还有一个。嗯？你什么时候还呀？那个不是刚。我要不我还是发给你看，你看就行了吧，不用发到别的地方了。咱们房间可真热闹呀。因为蛋糕吃不完了。你可有真多蛋糕，好羡慕啊。小晴生日就只有一个蛋糕。生日快乐，吃哪个呀？嗯，吃蛋糕吧。能固定吗？诺，别叫。你就只发给我看啊。我也是这样想的。那我要看看你的诚意了，我先发给你看一下。哎，先发给我看一下。嗯，然后呢？我觉得应该找家什么时候发？你剪好了吗？剪好了呀。你剪好了？偷偷告诉你，我就是用那个剪映那个模板那个套进去。一键制作是吧？因为我根本不会做。制作得出来吗？我请了一个大咖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真的。啊，是抖老师吗？不是，出场费至少1000万以上。嗯，也是因为我人脉比较广，他才同意就是帮我祝我的好。你好，你好，谢谢你上次帮我把奶瓶的生日蛋糕拿回来。哎，不客气。哦，原来是你拿的。对呀，他帮我拿回来的呢。确实，我心里面想，我都没有看到蛋糕，我以为就是你不给我过了呀。没，嗯，怎么可能呢？嗯嗯，呵呵呵呵，这个叫，哦，会不会？我试试。要给袁一奇打个电话吧。嗯，袁一奇。远程遥控一下。远程遥控一下。关袁一奇什么事儿了又？你会吗？什么东西啊这是？你看你又不会。哎，我看不见。啊！小心小心小心！小心这个盖子，主要是怕这个盖子就是突然盖下来。我帮你拿个盖子。段奕璇自己送的礼物都不会整。好过分啊！就是那个吃完好快。这个灯怎么是这样的？我走了，再见了。真的走了？你不要走了，你看着我们装嘛。跟你也说不上几句话。
我不是在跟你说话吗？要是我是来你那个云握手的那个粉丝，我劝都浪费了。好咯，那你的视频什么时候发呢？那你给我生日祝福呢？我生日祝福我不是前两天给你了吗？我也没听到啊。段奕璇不用听到。段奕璇为什么不用听到？我也想听到。我给他的生日祝福就是奶瓶生日快乐，祝新的一年段奕璇越来越矮。什么这种这种美好的祝福为什么要在他生日的时候送给我呀？好香啊。我走了，再见。段奕璇，谢谢你。卡金马。我要走了，因为我的券不够用了，再见。我跟你续，我是大佬。哇，大佬发券了，爱爆了，爱爆了，那再握一会儿吧。那个面应该在下面。可以给你关个门。奶瓶。可以舔我一下吗？哪个舔？我先走了，一会儿。还有哪个舔 ？Sweat 的那个舔。我是你的粉丝。要不要拿一点回去啊？你不要拿那个粉色的那个就是说你刚刚看到我的蛋糕了吗？看到了，一个粉色的，一个粉色的，还有一个，都谁送你的呀？有三个。天哪，你的人气也太旺了吧，看来也不差小琴一个。那我先走了。我自己还买了一个，因为我怕我没有。怎么可能没有？对啊，然后我自己买了一个。光是我送你的就有一个了，前几天。对啊，因为那个蛋糕太贵了，所以我今天就没有再送你了，不好意思。够了。好的。够了。然后璇璇送了这个，上面有个小狮子的，哇，好好看呀！羡慕吗？嫉妒吗？哇，这样的，哇塞，长得一样。对，可惜我送你的那个是定制的龙艳婷的一个画像，加上定制的一个诺诺的一个画像，而且诺诺的眼睛还是跟诺诺长得一样，各玩各的定制的。你好幼稚啊，为什么你要跟我比做的呀？但是还是非常感谢段奕璇了。为什么要你感谢？我不是你的。我替龙艳萍感谢一下。这谁送的？这个四月。哇。啊，是好像。你跟他说话，我出的券呢。还有这个紫色的，紫色的上面有蝴蝶，被我拔下来了蝴蝶。哇，这个是谁送的？这个是左左、周周和水水。你的人气也太旺了吧！好离谱呀！明天问那个客服好不好？为什么你今天排练了一天，像没有排练一样这么精致啊？啊，有吗？我额头上全是汗。我也是啊，感觉。我刘海刚刚全湿了，但是进来吹空调又好了。我再告诉你吧，因为客服今天不在。或者我晚上自己倒腾一下。好，你倒腾一下。哎呦，那也不是。我真的搞不懂，只是我时间可能比较多。因为还很忙。我先下去喽，给他找个视频，他在帮他拍视频。我走了，明天他不叫了。不是续签了吗？再见，我走了。不行，走了，再见呢。走着吧，我走了。你也走了，别走，我走，哎呀，我走了，我走，你们两个都走了，你别走了，我走啊。哎呀，没事，段奕璇，客气什么？你再坐会儿。别客气啊。哎呀，一家人，哎呀。你也是我一家人啊，拜拜。你们说的这是一家话。那好吧，你走吧。
再见了，拜拜，明天见，拜拜，谢谢璇璇哦。你刚歪嘴笑了，让我看看。是这样的，我发照片了，你看了吗？婚纱照吗？嗯，那个婚纱照吗？吧。哦。啊哈，好开心哦！倩倩她，倩倩她就是帮我修的，哦，就是赶在12点前帮我修好的。哇，好厉害，真的很不错。她今天才修的，我今天下午才选的片，真的很不错哎。嗯，所以你们排练完了？嗯，差不多吧。嗯嗯，差不多。你是提前回来的吗？还是你先？就没有，就是谁排练完了，谁就能回来。嗯，好的哟。那你要不再说一个生日祝福呢？奶瓶，祝你。对，你刚刚那个请的百万剪辑师是谁呀？剪映啊，剪映模板啊。哦哦哦哦哦。嗯。嗯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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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你还有什么祝福要跟我说的？对，千万嘉宾是谁？一个男的。嗯，唱歌很好听。唱歌很好听，一会儿我发给你，你就知道了。好哦。嗯，他们说是叶总。不会吧？那倒不是。唱叶总唱歌好听吗？嗯，不知道，没听过。嗯，我要祝你生日快乐了。嗯，艳萍，祝你不要叫我艳萍，奶萍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希望新的一岁，你可以越变越年轻，越活越开心。祝你万事吉祥，新春得意。虎虎生威，希望你可以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初心，一辈子永远天天快乐。你好像在，哎，怎么有回音？你好像在给我，就是录你那个 VCR。谢谢，谢谢，嗯，录不下是这样的，嗯，谢谢咱们 SNH48 农艳萍送的三个小烟花，谢谢你今年可以支持小青，感谢你的三个小烟花哦，你从我认识以来你就非常的漂亮，希望姐姐一直这么漂亮下去，感谢姐姐，请以后也要多多支持姐姐吧。好，你请以后也要多多支持小晴吧，姐姐。好哦，好哦，好哦，小晴和姐姐一起加油哦。哦，现在是迷你烟花才可以录 VCR 了，打个广告。嗯，好哦，好。哎呦，你提醒我了，刚刚他们都没有说生日祝福就走了。你们不要强迫别人了，一般只有咱们 H 队才有这个习惯。嗯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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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的，真不错，走了，走了，将现在的时光留给您和您的粉丝，以及我。嗯，怎么卡了呀？他卡在了一个那么，你卡了？是你卡了吗？怎么卡在一个这么好笑的地方？嗯。